天，乐华娱乐与迈瑞娱乐发布了一则联合声明，称已经与周天公司终止合作，旗下艺人孟美岐、吴宣仪、张子宁将退出火箭少女。退团风波过后，今日火箭少女成员现身机场，妹妹们笑容灿烂，还与粉丝做起互动，看上去心情似乎并未受到影响。这次出现在机场的只有未退团的其中四位妹妹，段奥宣、赖美云以及徐梦洁。昨天宣布退团的孟美岐、吴宣仪以及张子宁三人似乎是早已脱离了团体行程，身穿金色睡袍样式裙装，袖子上还绣着一只仙鹤，整体衣着看起来非常大气，看起来心情也不错，虽然戴着口罩却露出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同粉丝打招呼。小彩虹徐梦洁和段奥宣都是长 T 恤加超短热裤的搭配，徐梦洁黑色 T 恤前的一大簇花团非常亮眼，而段奥宣的小设计则是在肩膀处蓝色的 T 恤一侧露肩，显现出奥宣妹子亮白的皮肤。段奥宣手中还拿着一顶浅黄色遮阳帽，不知道之前与小彩虹和粉丝们聊了什么。这个小笑脸美的哟，小七在美云穿着淡蓝色无袖露脐装搭配牛仔长裤，面对粉丝的镜头笑容灿烂，俏皮可爱。看来虽然近日因其他成员退团行程活动等方面受到影响，但妹妹们心情还是蛮不错的吗？